小狐狸啊，我最近看了一段经文，尤其难解。可是帝君又总是行踪不定，你说我要不要给他留一张字条，回头向他请教？姬恒拜见帝君。这辆车是你添的。啊，添的不错。什么？那不是他做的。还以为你只会读书，没想到连这个也会。能将连宋这幅图看懂已属不易，还能准确地找出这两处作为润笔。你哥哥说你涉猎广泛，果然不虚。我，你既然懂这个，又对这个感兴趣，明日我开颅断刀，你来打下手吧。啊，哦哦哦，能给帝君打下手，学习一些新的东西，自然是我的荣幸。可是我手笨，怕耽误帝君的时间。脑子不笨，一切好说。怎么学会咬人了？而且还是你的恩人。不是我的错，姬恒他是个说谎精，这幅图不是他改的，是我改的。君，原来你真的只是把我当做一只宠物。司命。啊，元君。我最近啊，找到一种好酒。难怪你这么开心呢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给别人设计的兵器草图。你说这得是多不正常的人，他才能设计出这么变态的玩意儿啊？不就是那个要给你贺生辰的连三殿下吗？